悬疑问答。说我们说度一个人成佛，这个说他是真是成就佛的果位，还是说他是只是出六道就能算成佛呢？成佛们要看的呀，你学佛学的好的话也叫成佛呀。哦，那就学佛学得好，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最后我们就一定能成就佛的果位吗？还是说是大部分人会到达声闻道缘觉道？啊，那不一定的，有果位才能到达声闻道缘觉道，没果位怎么上去呢？哦，也就是说你只是学佛还没有成佛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那如果这辈子我们就作为人就很精进，非常精进的去学，可能我们跟师傅差的还太远了，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么精进去学，就是说将来大概果位就是能到到什么样，不退转呀，不邪淫呀。像你们，如果你只要不造新业的话，上天没问题的呀。啊。任何一个人只要不造新业，上天没问题，跟着师傅学。那出六道呢？出六道，你必须要出来救人呀。啊。你不出来救人的话，你不去救人的话，你出不了六道的呀。因为你单单靠你自修的话，人家要修多少世才能到了声闻缘觉呢？像你们一世根本不可能到声闻缘，靠自修根本小乘的话你成不了的。小乘要修多少世啊？现在只有大乘的方法才能直接出六道呀。嗯嗯，好的，明白了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